这个电是你是从别人手上接手的是吧？不是啊，他也不是接手的，就是那个空店，像我那隔壁不是还有一间吗？嗯，我隔壁不是还有一间吗？嗯，就是然后就这个就空在这边，你就接下就这样子，我就想做，我就把它接下来，就这样子。去年深圳封城的时候出来的是吧？封城的时候出来的。哇，那时候出来挺麻烦啊。好难哦，海关根本是就很难过关，过不过来，真的。嘛，你们家的祖宗八代的，什么的信息全部要打听的，什么全部要拿给他看，全部要看到，对，很难出来。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怎么了？就是海关很难盖过那个海关的一关的，就、嗯。你是说出来探亲的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是出来探亲。我上面我办的那个证上面就是说出来就是做生意的，做生意就是开店，就是这样、哦嗯，就是。是去年几月份出来的？差不多去年是十月份，哦，十月份到十月份的。阿姨当时是在深圳是做什么的？在深圳是嘛，把我女儿带孩子，就是带孩子，把女儿。哦，你女儿在这边，然后孩子放在家里。不是，我有四个小孩。啊、哦。四个小孩，老大在深圳。啊、哦。老二在这边。啊、哦。老二在非洲。啊、哦。老三在上海。老三在上海，老四、老大和老四在深圳。方便透露多少岁吗？今年？没事，我今年现在五十七岁啊。国内应该属于是退休年龄了，应该。对对对，国内是退休。阿姨在深圳是待多少年了、啊？我在深圳2015年的深圳去的了。啊，有差不多十五六年，嗯，7年。7年的8年了、哦。当时以前在老家是退休了吗？没有退休，以前在老家就是做生意，也是做生意。啊、嗯。一开始就是开排档，也是卖，又是开排档，也是开那个饭店，像那个差不多。嗯。然后就孩子大了吧，家里孩子多了，就是读书，然后孩子慢慢大了，毕业了，然后就去卖衣服了，又去。啊、嗯。又去卖衣服了，又摆地摊卖衣服了。也挺欣慰，现在四个孩子都成家，自己有自己的公司，自己有自己的事业，是吧？老三是在上海交通银行里面。哦。老大在深圳是做生意。哦。以前就是开公司吧，这几年疫情了，这几年然后不好做，然后也慢慢停下来了吧。出来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吧，2个月就差不多解放了，就在国内是因为封城嘛，是吧？对，在国内就是封城，主要是。就可能那个。老大在那边生意不是那时候生意不是很好做了，嗯、对对对、嗯，那时候就很难的，很难维持那个就是房贷呀、啊，你是什么家里？但是问题你一个老人家在他那也吃不了多少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我没有吃啊，我没有说吃，不是我不是这样子的，主要是，然后就是，他们房贷现在没进来，啊、这区没进啊，是吧、嗯？然后他们又出来不了，我在家里带孩子，我也带不了，教不了孩子，是吧？我也教不了孩子，然后只能教，我就出来了。他们就在家里看孩子，是吧？哦，你还是想着出来挣一点钱，帮补一下他们的。对对对，能帮就帮一下。哦、你像现在他们还在读书，是吧、嗯？又出来不了。嗯。叫我在家里带孩子，根本就嘛，孩子等一下是吧？嗯。捂脸孩子还不知道是怎么捂脸、嗯，他没出来，我在家里带不了孩子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只能我就出来了。嗯。他们带孩子了，这样。现在是有点像，那现在这样放开了。肯定老大那个生意慢慢好起来嘛，会。现在你是有没有想回去的想法？我敢，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我直接一直留在这边的，做到。这边的钱还是比在国内比较好挣一点啊。它相当于我们就是像我们国内中国的就是，啊，80年代、90年代的时候。啊，对对，什么的很多机会呀、啊。没有，对呀、啊，没有那种要求很高的那种，没有那种。前两天过来，我看你这个。晚上啊，自己生意蛮好的。嗯，对啊，都差不多，几乎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反正就是。嗯。现在应该是中国人回去的多，因为刚开放嘛，两三年没回去，好多人回去了。就是。等那个中国人慢慢回来了，应该生意会更好一点。对对对，现在慢慢的中国人现在是慢慢多一点，比前段时间多一点，慢慢的是。嗯。
现在基本习惯这边了。习惯了。请了几个当地的工人？四个。嗯，就是沟通不什么样，就是现在几乎差不多了。那个就是手法了，你就是有的时候说什么说不来，简单的现在也是慢慢学啊，也要、嗯、对啊，也不能经常就这样子是吧？经常要学这样子。就你是跟他们现在是学着跟他们讲英语是吧？对对、现在也要慢慢学，简单的也慢慢学几句啊，这样是吧、嗯？日常生活的那种简单的就是吃饭啊，那个什么菜啊，那些什么什么什么，对，也必须要学会，不学会就很难的感觉，那种很困难的那种感觉，对。像这个能炒菜的，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？80块钱。80块钱一天。20多30块钱差不多。嗯。像他们小工多少钱一天？小工就是30块，一开始是30，到一个星期试用期30，然后做一个星期35。其实他们这边工资还是蛮低的啊。真的很低。是相当于他要3天左右才能吃这样一个中餐一个快餐。为什么喜欢在那饭店里面做事情、每天都维持在生活里。对，这下就吃了就解决了。他每天都在叫他，你们想吃什么自己做什么。一般他们是几点钟开上班？一般就是早上7点半。晚上呢？半个小时，他一般他就做半个小时，他多了他不做。那你国内像我们中国的人，还有你加班工资加班拼的，他没有那种精神。早上有的时候是7点半上班，第一个就7点半上班，第二天就第二个就是8点半、9点半上班的这样子，把他错开嘛。你们做那个外卖吗？也做？有做了那个外卖，就是说。就是人家来吃饭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电话号码他你就拍过去了，然后寄过去，然后他就要送到那边，他要需要送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号码自己有那个放那个上面，就是那个号码，他就是，他上面有那个号码，他就把它，就他，你们没有做这边的什么外卖平台之类的没有？没有，我也想做，我现在是想慢慢来呀。他这边呢，他没有那种像我们美团的，像我们中国的，是吧？有那个他没有，就是你买个就是怕他，你买个摩托车给那个黑人，你叫他送，他等一下把你的车子偷走，就是怕这个事情。就是自己做自己派送那种。他反正没办法，生活所逼吧，他肯定是吧？他没办法，他也不是像我们，就是像我们以前的国内还不行，最困难的就是拖车。